狂牛勇士，挥舞出热情激荡。皇马同巴塞势力保主场不败嘅骄人成绩。星期六晚先有皇苏对马拉加，去到深夜，皇马同巴塞分途喺主场出击。星期日晚，奥沙辛拿对爱斯宾奴。同日深夜，马体会同华伦相继登场。而星期一深夜，西维尔对毕尔包，西甲最强激战，唯有 Now Sports。